必被粉丝网友们称赞是 K-pop 手灯制作的最好的大公司。有网友表示，帮朋友买 Stray Kids 的手灯，完全被精致度震撼，荧幕上还会显示手灯电量。而 NMIXX 的粉丝表示，鲸鱼设计真的很漂亮，虽然接缝有点可惜，但看得出来设计很用心。一级的圆形手灯很炫，不是粉丝也很想买。不过粉丝吐槽电池座设计十分古老，也不好更换。鸟宝宝也大赞 GOT7 鸟手灯真的很有特色。小英雄的手灯名字是 B 降音记号，造型正面是 XH 的 logo， 背面是粉丝名称，应援棒非常有爱。TWICE 糖果棒很梦幻，也非常符合团体概念。初代糖果棒有底座，也能装上行动电源，停电还能拿来应急，很方便。从一代棒到三代棒都让粉丝们很满意。